大热，你看我妈妈，我好久头。小妹儿，来，就我好久没到家，我也请我，我去。哪儿你回来都行。我也想你快点。小妹儿，你好，你好。你，我是他侄子。我在我们这个中间是妈妈的，反正还是中间还有一个妹妹。要得，可以。水盆养了，到那边了回去了。那还嘛，你那养盆是不是养会回？不运气啊，怎么回去才得的运气？野猫啊，你看嘛，这是花椒面养了，我这整来到时候一盒也是盒儿才运气。还来这儿白糖，还来这儿海椒面，还来这儿白酒，花椒面还要这儿。这怎么操作？这厂子一个破车棚。对。哎，这个板子有点重。来喽。放在这里啊。嗯。就在这儿啊。来，慢点。坐在坐，好的。放楼上。看没得中啊，咋不中了，弄多点啊，来一头哟，哎呦，快点说，我这儿又堆满了。你要想到我这儿，你要不要动过我，我要一直往里面挣，要一直往下刷，萝卜就很快。姑娘家家要学到干活了，前些年你奶奶一来来都随便让你干，都没喊你干，这些事我就不会去管着你了，爷爷都喊你帮着干，这些事情都是小事，很好说。像你妈那点本事的，人嘛，你爸爸就嫌弃点你，所以说要学点本事，每天没人才没人嫌弃你。爸爸。咋子？你看我妈妈。我好久她。昨天晚上我听到声音弄到了。还是我们摆龙门阵，你不信你问你妈妈。嗯，你摆龙门阵摆的。你问你妈。没有啊，只是我们在讨论事情，意见不合，声音稍微大了点儿。你如果跟我妈妈吵架，我就不劝你，我不听。要得要得要得，你才跟老子乖的，你去把我手机拿去哈，嗯，去，啊，咱们去，嗯。你管你来口子，你也没信我，你要让到去。我都没让到，我都是头都是大都是嘛。没有嘛，我们俩问到俩。